他在讲这个，这个是一种这个 know how 啊，不是那个长辈都喜欢讲 know how 吗？对，然后这个是 I don't know how， 不好意思，就是讲这个年轻的时候很辛苦啊，失业率又高啊，然后很多问题就是都没办法解决，然后就不知道错出在哪里，然后就可是还是一直要唱下去啊，就像那个二十一世纪少年那样，有没有？应该不是指数化的那个，对，我的贝斯一直走音呢，他水土不服哎。出错，等一下，为什么会有嘣一声？谢谢。